举起你的双手，让天主圣神，这位真理之神、救恩之神，来吹进充满和平的音乐，带着渴慕的心，迎接天主圣神的到来。那是天主圣神，你迎接他，你渴慕他。
督，这位与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而永远不抛弃我们、拯救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既然是天主的子女，我们是他一群以他的宝血拯救的子女，一群蒙恩的子女。让我们今天，我们一起要用我们的歌声、我们的掌声